这个容器是用那个山西雕塑土包住一个方形的保特瓶，这个可以装水，然后也可以装培养土，种植一些盆栽。这个方形的保特瓶呢，是把这个瓶口剪下来，然后有一个面，它有四个面嘛，有一个面就也是把它剪下来。山西雕塑土包住这个保特瓶后呢，就给它平底，给它粘一块这个木板，还有两块这个木条当脚，这样子做起来才能很平稳，而且很扎实。这个作品呢，这两边写的是“基督是我家之主”，双语的，啊，这两边都写一样。然后这个羔羊呢，神的羔羊，这两边也都一样，有三只羔羊。这个容器种的是富贵树，富贵树就是带来吉祥的植物嘛。那还就是葫芦桶，那葫芦桶本身有很多种品种，这个品种是那个雨叶葫芦桶，它可以很耐阴，就是放在室内几天没关系，可是你每个礼拜还是要拿出去晒晒太阳。